Hello， 有听到吗？有吗 ？Hello， 大家有听到吗？大家有听到吗？谢谢，大家好，谢谢花生糖来了。Hello， 米酒。Hello， 大象三伴瑞婷。Hello。Hello， 那个草莓酱。Hello， 李冠。然后，李尚婷 ，Hello， 谢谢卡丘的枫叶，谢谢，谢谢米酒的太阳，谢谢，谢谢草莓奖的枫叶，谢谢 T 恤跟阿翔爽的初心者徽章。初心者徽章什么东西啊？耶 ，Hello， 易云。谢谢大象三伴瑞婷送的番茄。然后有熊妹的背景音乐是那个晚上在用的金鱼灯。它是会放出音乐来，然后晚上还会这样亮来亮去的，是古老音乐，就这个，就这样。谢谢，谢谢波汉来的，唱告白熊说唱的我起鸡皮疙瘩，怎么会？怎么会起鸡皮疙瘩？谢谢高潮城来了，谢谢西米姐姐送的 kiss 啾啾，谢谢哎，这个是这个，谢谢西米姐姐送的为你守候，谢谢，谢谢黑流星送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谢谢偷偷喜欢你，好可爱哦，谢谢妮妮送的荧光棒。什么？我这浏览好快哦！我看一下，好好好，那大家可以按左上角追踪我的直播，对，追踪我的直播吧。谢谢高桥城送的枫叶，然后大家也可以分享我的直播。谢谢品谢谢谢来应援了，谢谢北极星来应援，谢谢西米姐姐送的掌声鼓励鼓励，谢谢高桥城送的枫叶，谢谢李神部来应援，谢谢西米姐姐送的 love you， 谢谢北极星分享的直播。然后，真好久不见，黑流星好久不见。谢谢肉丝高桥城应援团送了荧光棒。然后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Mina 来吗？看一下，看一下。这好快哦！哎，这个好可爱哦，上麦好狂。真好可爱哦！谢谢玉本玩上了 kiss 啾啾，然后还有这个看一下，然后好，我先来自我介绍。大家好，
我是 AKB48TP 的郑宇威，然后绰号叫熊妹，然后今年15岁，星座是天蝎座，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这里宇威，然后 AKB48TP， 然后也可以追踪我的直播，就按左上角然后分享，对，就这样。我跟你日本玩说我跟你同一天生哦，真的吗？谢谢高桥直送的金麦克风，谢谢蔡大菊送的为你守候告白家具，熊妹太阳能充电耶、yeah, 熊妹今天很有活力哇，谢谢带你去西班牙的什么，带你去西班牙旅行雪梨，然后谢谢蔡聪聪送的一个新年快乐，谢谢郑佳阳来了 ，Hello， 谢谢你送了阳光，是郑佳阳吗？然后谢谢高桥城送的玫瑰，耶，还有这个看好你哟、哦，看好你，然后耶， yeah, 然后我先来讲一下，什么？粉丝心得，我们过了好久才可以出登场给大家看我们的表演，然后看到那天看到很多人为我加油，然后帮我加油打气，真的觉得开心，谢谢。然后谢谢大象三番瑞提送的番茄，谢谢。还有艾瑞克、朵猫猫来捧场，熊妹今天有很满满的电，然后谢谢高桥城肉食应援团团长分享了直播，艾瑞克、猫猫神推，然后还有这个，谢谢龙骑士来了，谢谢痞轩轩轩送了为你守候。然后那天我就是摸那个什么恐怖箱，对，恐怖箱，然后那时候原本瑞婷就跟我说是不是那个什么菊若，哎没有，是不是豆腐，那是豆腐，他说是不是豆腐，然后摸起来原本软软的感觉好像有点是，然后后来他就突然举手说是不是那个菊若，然后结果他就答对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这有点像豆腐，有点像菊肉，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如果没有念到你的名字的话，可以举手，不是可以留言给我，可以留言，不是举手，说错了，因为留言真的太快，而且还没有很熟悉，不是留言，不是举手，说错了。谢谢卡丘战士联盟，哎，不是举手，是留言，是留言。谢谢 K 什么？大家好，谢谢卡，不是举手，是留言。熊妹头发自己绑的吗？熊妹头发是一个神秘人士帮我绑的，是我的好帮手帮我绑的。爱的目光锁定你哦，谢谢小龙分享了直播，谢谢日本玩送的玫瑰，啊，熊妹安安，大家午安，大家吃饱了吗？今天头发用多久？我今天的头发弄很快，大概不到，应该没有超过20分钟吧，我觉得。耶、yeah.。感谢神秘人士帮忙，谢谢艾瑞克送的枫叶。边吃边看，吃什么？花生糖边吃，吃什么？谢谢铅笔来了，感谢神秘小帮手，蔡虫虫，谢谢你送的贵族荧光棒，谢谢。谢谢漂亮宝贝朱心纯娘送了一个阳光，
大象沙发瑞提说都没有看过熊妹表演，熊妹表演是一个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对。蛋包饭，哇、哦，我也想吃蛋包饭，下次带给我吃好了。好，谢谢蝈蝈小鲤鱼来了，谢谢告白叫二号叫独小翼香港来了耶。然后边吃饭边配熊妹，有点吃不下了，太甜了。怎么这样？我很甜吗？谢谢卡丘，哎，本来是谢谢草莓酱，谢谢品轩轩轩送了一个枫叶。主播知道太平台吗？哇，这好快哦！要吃个人慢点。我当台北市文化局副办主任，不能送吃的，可以送礼物，送你们吃的礼物。谢谢林玉峰来捧场了，谢谢玉本文送个 love you， 谢谢草莓奖送的番茄，谢谢这叫念病还是念病啊，送了一个 kiss 啾啾。今天熊妹太甜，有点不习惯。没关系，没关系，今天就是要甜一点，才让你们心动。好了，伙伴，我错了，全丢给熊妹，对，都丢给我，都丢给我，都丢给我。好，谢谢教主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字。送了一个初心者徽章，然后谢谢水锤送了一个枫叶水锤锤念锤，谢谢陈宇来捧场了，谢谢李梦纯渐渐神推来了，你好，中午好。谢谢高桥城肉丝音乐团送了一个阳光。熊妹明天还有直播吗？对，熊妹明天是12点一样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来看我哦。草莓想说，其实我还蛮想看到没电的熊妹，哈哈。现在不能没电，因为现在在直播，所以不能没电。谢谢廖佩西亚。西来捧场了，可是明天跟西亚直播撞车了耶，一定没关系，就两个人同步看，一定要来看我，也可以看西亚，对。然后李梦纯，熊妹好正，熊妹今天很正吗？我今天非常的好看。熊妹看过泰国演唱会了吗？激动吗？我看过了，那他们跟泰国还有各国世界的表演啊，真的超棒的，超厉害，而且很热闹。谢谢 KK 来应援了，然后这次我是什么主播称号，然后这好快哦，好慢啊，好想慢一点哦。他说，然后。谢谢蔡虫虫来应援了，谢谢伯爵贵族来了，谢谢浪客送了一个阳光，谢谢，哈哈，对，我接下来我要讲什么？啊，对，过年嘛，浪好双开，对，大家过年有要去哪里吗？因为过年要到了。除了看我们直播以外，还要去哪里呢？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哦。谢谢李玉峰送了一个阳光，谢谢小韩宝家征讯室来了。啊，过年会在家里呀、啊？喂，过年可以在家，然后看我直播，看大家直播，看我们直播。哦，过年可以出去走走啊，可以不用宅在家。走，谢谢妈几点时给他送了一个什么看书，然后
我是要看书，因为会考要来。谢谢二一大叔送了一个看好你哦。对对，过年去北海道，然后买熊肉罐头，我可以吃吧？熊肉罐头是什么？好酷哦！谢谢土嘞，谢谢土曜日魔法师来了，谢谢漂亮宝贝揪心纯娘送了一个阳光。你说什么时候让我们看到你三开表演？很快，很快，秘密的，这是秘密，表演是一个秘密。啊、哦！谢谢玉超冒险送了好多枫叶。告白，熊妹现在会日文吗？熊妹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跟大家，然后，哦，对，好、哦，熊妹回家了吗？熊妹现在在家，熊妹现在在家，这就是我的家。谢谢手娃哥来了，欢迎手娃哥。原来你是 TTP 秘密武器。秘密武器是那个蹦蹦蹦吗？秘密武器，你难道不知道你的呼声会很大吗？呼声什么？阿姨稍等，是那个吗？谢谢 ，Hello， 手滑哥，北海雪相思，早安。啊。黑流不是在台北哦，哈哈哈，哈哈哈，谢谢来来来，小华哥，今天熊妹很可爱哦，谢谢。然后雨林君说大家都很期待长大的熊妹，现在熊妹有一点一滴的慢慢长大，熊妹有在长大。谢谢手滑哥送的太阳，谢谢手滑哥送的掌声鼓励，谢谢手滑哥送的看好你哦，谢谢米粉送的枫叶，谢谢，谢谢美手滑哥送了一个，这是什么？好可爱哦 ，blue， 是猫吗？卡就气质熊妹一定很美，熊妹一直以来都很有气质，对。T 徐哥阿翔会长到180，不会，我这么高，这其实我那个太高，感觉那个筋就是会压不下去，觉得不好。有时候真的觉得人矮真的是很好。谢谢主播中午安，大家午安。好，我来现在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AKB48TP 的郑颖薇，然后绰号叫熊妹。大家一定要叫郑颖薇熊妹，大家好，午安，各位午安，中午午安，然后可以分享我的直播，然后追踪我的直播，按左上角，对。谢谢花生糖送的看好你哦，对，不是好薇，是雨薇，雨薇，好薇是另外一个名字。雨林军团说熊妹今天讯息很好，不断线。熊妹今天直播，所以不能断线。我已经先充饱电了。然后我初二的时候也会直播，明天的时候也会直播。谢谢大竹村明推来应援了。啊！来来来来来，好快呀、啊！然后若愚说我在综艺大热门看过你们，对，他们有上台表演过，然后大家可以去听听我们最新单曲《勇往直前》哦，很好听，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好，大家说日文介绍就是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わたしはくまちゃん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大家有听到我的日文吗？是勇往直前，不是勇往直前。谢谢喵喵喵送了67个太阳。呀、yeah, ，我的日文应该还不错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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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你上场表演会大家呼喊你，超越其他成员。哎，谢谢你们！哇，好漂亮啊！谢谢雨林君送的花朵，他写的上面是什么 ？K V 哦 ，M A。耶、yeah, ，日文赞赞。谢谢你们，谢谢，这是什么？真心正鸡肉饭来了，耶！用户名不能，熊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各位好久不见。哎呦，熊妹讲日文好可爱，那我觉得我讲日文还是也要修整一点，觉得那个音是美玲教的吗？是，她都爱，大家有看我 IG 不是说？他都会学我讲话嘛，可是就是我每次讲一句话，他就会学一下我讲话。谢谢膝盖帮养羊中好，谢谢妙妙柠檬来捧场了，谢谢 QQ 想得玩玩追踪了主播，谢谢你也哭嘛熊妹，对我叫哭嘛熊妹。不要带坏美玲，没有啊，是美玲带坏我啦，我没有带坏美玲。谢谢托摸赏追踪了主播，熊妹那熊妹哪里人？熊妹是台南人，高雄人，我是台南高雄人，对。后面的小车车是谁啊？是谁的？后面有小车车吗？哦，这是隐形的，隐形的。后面小车车是我收藏的，熊妹爱玩小车车。你不要喂美玲吃康药，没有美玲没有啦。其实美玲有时候康康的，康康的，所以不可能是我。绝对不错，谢谢浪客送的阳光，谢谢妙妙林峰送了为你守候，为我守候。好了 ，OK， 然后对，那熊妹粉要送小车车了，真的吗？送小车车，我要看小车车，这有小车车吗？熊妹粉，谢谢陈宇送的阳光，这里面有送小车车吗？谢谢浪客送的阳光，汤马是小火车，笑死！谢谢唱将黄敏郎阎王三根侠来应援了，谢谢陈宇分享的直播，谢谢，谢谢左纪来了，美玲是博多美人，熊妹是 TTP 小太阳，对的，没错，谢谢。谢谢李梦纯渐渐神推来了，谢谢廖佩西分享的直播，谢谢喵喵喵西南的应援。用熊妹今天发型很厉害，因为熊妹今天绑辫子，然后刘海长长了，对。谢谢大叔怎么来应援，谢谢喵喵追踪的主播，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然后可以随时 follow 对 follow。 大叔怎么家里而已吗？有没有要出去户外走走，或者过年有要吃什么好吃的年菜呢？有吗？大家可以留言看看哦。谢谢妈鸡爹神木米来，谢谢过年去台北玩最棒的，哇，有时候也会上去台北玩。熊妹这个假期会出去玩吗？
小妹这个假期要读书，你要会考了。对，今天辫子是你自己绑的吗？今天辫子是为神秘人绑的，神秘人。然后假期的时候也会回台南的阿嬷家过年吃年饭，就是这样。会考身在此。熊妹喜欢吃蜂蜜吗？熊妹也喜欢吃蜂蜜啊。谢谢辛苦熊妹统测生，跟你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加油。15岁的小女生，对啊，我15岁。没有啦，神秘人不是妈妈啦，神秘人绝对不是妈妈的，她是一个神秘人，真的绝对不是妈妈。对，然后原来是威英雄，还以为是好威，就好威就是我，威英雄是另外一个威英雄。可是好威也会吃蜂蜜，我觉得蜂蜜水很好喝，甜甜的。谢谢伯爵贵族来了，谢谢发呆客来应援。对，然后对，然后接下来是讲握手会心得。对，就那天握手会的时候，我们先坐那个观光巴士，观光巴士是我第一次坐，然后那时候就看到路上就有在跑那个观光巴士，就觉得就是那个有点像是英国还是法国的观光巴士啊，就是有点像那一种，然后就会很想要去搭，然后就它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走上去，然后你还可以看，就是一路跟大家挥手，然后到了会场看到很多粉丝们在那边等待我们，真的觉得很感动。然后英国吧，是英国，对，英国应该是英国，对，英国的巴士。然后我们就进去后台，然后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批嘛，然后就很紧张，因为很快就要开始那个握手会了，然后就很紧张，然后我们就看到大家，然后就觉得看到大家就心就放下去一点，是这样吗？哦，我不会讲话啊。谢谢叶可可追踪了主播，然后心就放下去吗？谢谢 Q 翔的婉婉来捧场了，对，就看到很多人来为我们加油打气，就对对对，放松一点，对，放松一点，就会心就放松一点。谢谢肉丝音乐团长送了一个我来签到，我来签到，好可爱哦。对，谢谢浪客送的阳光。然后谢谢高桥城送的玫瑰，谢谢伯爵贵族来了。谢谢 Ryan 劝送的这个是鸡鸡 ，Hello 黑哥 ，Hello 黑哥你好。然后我现在讲什么？然后大家可以留言说，没关系，我知道。好，我先要沉淀一下，等我一下。熊妹想念村长吗？想念村长啊！熊妹想念村长，对，熊妹想念村长，很久没有见面了。谢谢高桥城送的番茄，耶！好热，突然间好热。啊？有吗？有泰国人来吗？有泰国人来吗？没吧。哦，谢谢米粉送的玫瑰，谢谢 OOK 送阳光，
谢谢高桥城送的枫叶。熊妹在南部吗？对，熊妹在南部。大家对，在高雄，住在高雄。谢谢教徒你哥绝不过瘾，谢谢勋爵萌萌茶水狼来捧场了。好，对，下一张。谢谢浪客送的阳光。哦哦 ，kiss 就是泰国人，我会说萨瓦迪卡。哦，那个叫库马酱，萨瓦迪卡库马酱。你好，我是千女伟。好 ，Fair sister is 啥？不会念，客气。这边很多新观众，可以多介绍自己。好，那我再重介绍，我先用中文好了。大家好，我是郑颖薇，然后绰号叫熊妹，然后生日是11月11日，星座是天蝎座，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在这里，叫雨薇。AKB48TP， 然后用英文 ，Hello， my name is Chen Yuwei， 绰号叫 Bear Sister， 然后是15 years old， 15 years old， 然后。好，然后我们再用台语。大家好，我是郑威，郑一威，随便。然后绰号叫熊妹，叫熊妹。对，然后是15岁，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对 IG， 然后可以分享我的。直播，然后按左上角可以那个追踪我的直播。谢谢柴喵曲奇分享的直播，谢谢小博士送了太阳。台语介绍没有我哦，台语真的太难了。残贝，哎，有人说这个残贝。库马卡，长柄，库马卡，我就说萨迪卡 ，You told me， 库马 ，Bear sister， 新年快乐 ，Tomo 桑新年快乐，谢谢 Boom 我来了，谢谢蔡成功来了。谢谢手滑哥北海雪云相识分享的直播，叫酷酷吗？然后，好，我现在讲什么？然后大家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明天12点也有直播，谢谢 LOWWLEE 中了初心者徽章，谢谢甜心卡来应援了。熊妹今天到2点嘛？熊妹今天到1:35或36那边对，谢谢高桥城送的阳光，阳光吗？谢谢李梦很渐渐成绝不错过你，谢谢萱萱来应援了。大家可以留言问我什么吗？大家可以留言，可以问问题、聊天或者什么的。过年放假要去看电影吗？还没有确定。对。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吗？最近出了那个惊奇队长吗？好像外面有广告吗？惊奇队长还是不是？
应该不是惊奇队长吧？熊妹很常吃丹丹吗？熊妹没有很常吃丹丹呢、欸。对，熊妹没有很常吃丹丹。然后熊妹哪一颗最有把握？我哪一颗最害怕？熊妹最有把握的就是社会科、公民、历史、地理。然后哪一颗最害怕？就是数学、理化，这个都是要用那个头脑算的，尤其是那个数学就觉得好难了。还有理化要算那个什么、啊、化学，哎，理化就是。电流嘛，那个什么大拇指什么，大拇指什么公式的、哦？你是天生的文组，对，熊妹的社会课比较好，可是我有时候很想要那个数学课好一点啊！对对对，就是右手安培定律，我这我不知道，他有时说什么，然后说要用右手，然后要看这个这边的指甲在哪里，这个我不懂。右手的不啦，他这题目出现就不知道用手，就觉得好难哦。谢谢阿 Kim 太子，熊妹的历史好吗？熊妹的历史我是觉得最有把握的，就是学一些世界史啊、中国史那些，可是有时候背久了就忘记了。我觉得最简单应该是公民，因为公民就是一些常识就是一些基本常识，法律那种比较背的就一点而已。电流方向跟磁场，对对对，但是这有时候真的都不知道怎么看，然后那题目就不懂。对对，是弗莱明的右手定则，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这好难啊。那我问你，刘备在西元哪一年称帝？刘备啊，是啊，我知道《三国演义》是吧？《三国演义》有刘备吧？是《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有刘备这个人吗？是吗？有吗？因为《三国》有《三国演义》。对，谢谢发达克慕名而来。三国是《三国演义》，有刘备，对，有刘备，有那个是有打赤壁之战吗？有打赤壁之战，应该有。答案是 AD221。啊，什么叫 AD221？其实是《水浒传》，不是吧？《水浒传》，《水浒传》是讲什么？是打仗吗？谢谢草莓酱钻石联盟委员来捧场，谢谢卡丘，很好记，很好记是什么？很好记，谢谢浪客送的阳光，啊，谢谢雨晴天晴最喜欢琪琪分享直播，熊妹你喜欢自己吗？熊妹很喜欢自己，熊妹很喜欢。自己还是隋唐演义，隋唐秦楚燕秦赵魏，不，这不是熊妹。三国演义有刘备吗？三国演义不是有刘备吗？有啊，就有关羽啊，还有张飞、孙权、曹操、刘备。孙权、曹操、刘备，你看啊，对，孙权。谢谢小千带着初心者，谢谢敌帮主徒儿送的初心者徽章。熊妹历史不错啊，是真的，这《三国演义》真的应该有刘备了，我觉得，我记得，对，开始有点断线了，所以大家帮我充电一下，要充电才不会断线。谢谢伊卡送的传奇小鸡，
小妹三国演义有司马懿吗？司马懿有。小妹三国演义有司马懿。你觉得马铃薯得住接体吗？有。马铃薯是谁？不是曹操，是曹丕。谢谢小人送的10个太阳。《三国演义》是在说108条好汉的故事吗？对。哎，啊，《水浒传》是《水浒传》嘛？不，《水浒传》吗？《水浒传》对，108条好汉，对，是《水浒传》。对，《水浒传》。是《水浒传》才有108条好汉吧？美国、法国、英国。哎，对，是《水浒传》。谢谢敌帮主送的阳光。那9条好汉呢？有9条好汉这个东西吗？哦，我都被我们弄乱。那是有108条好汉，还是？还有9条好汉。谢谢膝盖帮分享的直播。三国演义就是3只小猪的故事，你们不要乱讲。三国演义不是3国小猪。熊妹，司马懿跟司马衷原是兄弟吗？不是。司马衷，司马懿有司马迁、司马昭。兄弟吗？司马迁、司马昭应该是兄弟。谢谢北原神推来了，北原神推来了。带着出司马玉桥，司马玉是三只小猪一起吃桃子的故事，他们是一起打仗的故事吧？那司马衷原是西元前还是西元后？司马衷，有司马衷这个人吗？司马衷是谁啊？惨了，我忘记了啦。我不知道司马衷。谢谢剑轩分享的直播。谢谢 Google， 中午好哟。耶、yeah ，大家已经吃饱了吗？有吃饱吗？司马衷原啊。什么司马衷？司马衷原是讲鬼故事，好可怜哦，难掐还要考历史，没关系，可以复习一下历史。司马衷原是讲鬼故事的，鬼故事的主持人，所以真有司马衷这个人。司马衷，我应该。等一下去查查看。谢谢北原神推 ，Hello。司马衷原是讲鬼故事给刘备听的了。司马衷原是讲鬼故事给刘备听的。谢谢北原神推送的枫叶。三国也是3只小猪故事的。然后，大哥叫猪哥孔明嘛。猪哥孔明，谢谢北原神推送的枫叶，谢谢，谢谢和同帮小鱼仔，啊，他到时候真的写错就是观众害的，我应该是不会考这个这么。我们还没有教过司马衷原这个人，还是教过了，我已经忘记了，说不定。对，谢谢小千蜜娜10年老粉追踪的主播，完了大家开始呛了，谢谢 NLCO 来了，谢谢建轩送的枫叶。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大家好。我是郑以威，然后绰号叫熊妹，大家可以叫我熊妹哦。
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YAKB48TP， 然后也可以按左上角追踪我的直播，然后分享我的直播，谢谢。三国演义有写到，本能寺的入口有一条无障碍坡道，人称长坂坡。长坂坡，长坂坡，奇怪啊，这什么东西啊？西丐帮熊妹也是南部人，对，熊妹也是南部人哦。曹操明明就是被安倍晋三打败，不是，我在安倍晋三是那个日本的吗？算了，我不知道。熊妹，你知道三国最强的是信长吗？人称第六天魔王。那我觉得这个历史有的是，这全部都是真的吗？电玩，曹操死后逃入日本，便知天信长了。我好像没学过哎。电玩，谢谢仰光来应援了。长坂坡是菊本的新姐妹团吗？这应该不是我吧。当啊，为什么你们历史为什么都没有学过？好复杂哦！草帽，你别乱加。过五专长那是真田幸村呐、啊！啊，好复杂啊、哦！为什么现在开始讲曹操？曹操什么的？曹操什么的？好复杂哦！接下来向我狼奔跑，我笑死。谢谢马友的马友饭追踪了主播，谢谢。好复杂哦。谢谢浪客送的阳光。看来熊妹不知道菊板是什么，我知道菊板是什么，菊板46吗？对，菊板46。蛇魔让他，熊猫妹问他，菊板，等一下为什么会讲菊板呢？好奇怪哦，等一下。还好不是回焗烤饭。谢谢 Ryan Chen 送的玫瑰。钻石联盟，乱教电玩知识。所以这些都是电玩的知识。吧。曹操明明是被阿姨拿着洞爷虎打死的。菊版的菊跟日本汉字不一样。哇，看着好复杂哦。谢谢 Ryan Chen 送的阳光。等我一下呀。熊妹，你只要知道曹操是被草帽鲁夫打败的就可以。不是吧，好难哦，我都听不太懂。而且为什么草帽鲁夫怎么会被那个曹操打败？熊妹下次可以开直播，我们帮你复习历史。好，明天我会开直播，所以你们一定要来看哦。明天12点一样的时间。对，谢谢七儿来了，草包，不是，啊，这在这，啊，大家可以分享我的直播哦。嗯。谢谢若怀，绝不错过你。等一下，这里所有人都可以帮你复习考100分，真的吗？可是我们现在教的是世界史，大家可以复习世界史哦。
这台内容绝不能拿去考试。可以，熊妹学潮代表了吗？背一下。熊妹还没有学潮代表耶。那时候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一个送的。谢谢张瑞杰分享的直播。中国史根本难，对，我觉得中国史很难，比世界史还要难耶。谢谢浪客送的阳光，圣女贞德瓦鲁失败了。世界史就是一群人打来打去的干，不是啊，可是有些重点要背啊。世界史哦，神圣罗马帝国，对对对，就是那个神圣罗马帝国。其实世界史还好，不怎么，就是比中国史简单一点，我觉得。第四次忍界大战就是世界政府五老新策划的，知道吗？我还没有学过第四次，我还在学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已。谢谢蔡杰大师，绝不错过您。二战有教到吗？有，目前现在正在教，就是那个嘛，打战嘛，从那个珍珠港事件。谢谢 ，Hello， 郑佳玉 ，Hello， 佳玉来了。世界史没有教的很深入吧？对，目前还没有教的很深入。那八年抗战从哪一年开始？我知道，叫佳玉回答，佳玉一定会的。嗨，兄妹，怎么样？嗨，兄妹，嗨，佳玉。谢谢沈正豪上了一个阳光。好久没看历史，有些忘了。对，熊妹古希腊是被安爷灭掉的，应该知道吧？我们应该没有教的那么细吧？熊妹 call 你帮忙。你知道希特勒其实被日本打败的吗？不是吧？他是自己后来投降的吧？不是，这下面不是吧？不是，是他后来投降的呢。谢谢鱼鱼来投降，谢谢吴刚来应援了，谢谢嘉阳来了，绝不错过你。中国史还要背熊始皇、熊太祖、熊太宗之类的，都是我吗？可是。你题目没办法出那个熊始皇、熊太祖、熊太宗，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要选我就好了。谢谢浪客送的阳光，希特又有拿到魔方，你知道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没有，这个历史应该是没有发生过的吧。看来熊妹对二战比较熟，骗不了。对，我对二战因为还刚教，所以记得还蛮清楚的。希特勒是被皮卡丘电死，因为你乱叫。谢谢嘉嘉来捧场了。是二战，可是我现在想学的是那个理化比较重要的，理化那个。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的，手手。希特勒是吸血鬼，知道？不是，他不是吸血鬼，他是个人，对人。先背个元素周期表吧。我知道，我有背那个皮美盖斯背嘞。对，这样，行。熊妹知道林肯总统是吸血鬼的，不是吧？啊，现在什么？现在变二次大战，最后是美少女终结。你们都乱叫。
你知道做实验是最重要的就是记性，对，我有在记，可是现在学的就是那个一些电流啊，我就有那个算电流安培那种比较会，然后剩下的那什么饱和度那种就不知道了。谢谢膝盖帮洋洋分享的直播、哦。你知道二战马克思后来跑去英国避难吗？马克思，我好像有学过马克思哎、欸，好像有。熊妹的手指好长，对，熊妹的手指很长，长长的。谢谢 NDTWMVP 分享直播，又一起来了。谢谢你们，熊妹没有被骗。因为有些那个你们讲的都是一种叠叠叠的人，很奇怪，就没有学过。谢谢甜心和阿翔来了。谢马克杯比较好用，对，马克杯比较好用，马克是不知道。熊妹的舞蹈是哪个姐姐私下有教你？感觉越来越好。这个。就是，熊妹就是跳舞的，噔噔噔噔。每个姐姐都有教我跳舞，就是一些基本动作嘛，就是修改那一种。熊妹有认真在练习，所以变好了。对，谢谢。我记得熊妹的那个。筋骨有变好哦，快救救熊妹的功课吧！熊妹的功课目前还不错，很好的。晚中好哟，熊妹的主播有变好。哎。绝不错过，熊妹，我们来复习日本史。日本史，其实我们知道日本史很短，我觉得。熊妹一定讨厌数学，对，熊妹不喜欢数学。然后，今天熊妹的发型很赞诶，对啊，就是神秘人帮我绑的辫子。对，就这样。谢谢吉林区来了，我们来谈谈高等微积分，我还没有学过微积分，微积分好难哦。哦，谢谢贪吃鬼送的麦克风，耶！谢谢贪吃鬼送的麦克风，唯一还记得一门学科被熊妹讨厌，熊妹的数学真的是史上无敌的烂。因为今天数学会越教越难哎、欸，为什么他不要越教越简单就好了？数学考验成章写无解就不会零分，我也有没有？我也想这样，我觉得我想这样。今天感觉比上次握手会还会对应，真的吗？谢谢。啊！为什么现在要开？我还是要聊政治学、政治性、公共行政大一必修，没有人，都好奇怪哦。谢谢 Ruby 来了，谢谢。我们现在还可以，还有什么？高中记得选社会组，哈哈哈。熊妹之后想读高中还是高职？我目前还在想要读高中还是高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往高中的方向继续前进。熊妹往高中的方向继续前进，恭喜获得个新阳光粉，呜耶！
下次握手会考你佛来明右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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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然你们教我这个好了。他是开个那个图，然后啊用指甲什么的吧。哦哦，有福袋啦。那福袋怎么用啊？熊妹读熊女刚刚，熊妹怎么考得上熊女？熊女，我那个数学理化都要败了。熊妹考熊女，如果可以考上熊女，我就可以放烟火了。谢谢贪吃鬼。好，大家还我们可以聊什么？但我想想，可是我觉得数理不好读，高中很多。对，因为高中的那个高中的数学还有那个理化都变得很难，而且读的也会变得很深，就觉得好难啊。为什么？对，熊女不太好考，第一次验呢，如果你考上。就会觉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一加一等于高大叔加熊妹等于高小妹。不过我跟云爵这样讲，他一定会很生气的。谢谢郑生送的阳光。高中数学很难，对啊，我那个看别人高中的那个。课本就是数学理化，而且还要学化学，我觉得到时候我就整个败了。谢谢乔伊送的传奇小鸡。我朋友中女中毕业时数学还是没有过，毕业后还要回去数学。哦，我不想要这样，好可怕啊！谢谢下午一送的初心者徽章。谢谢三沙陈佩送了一个阳光。熊妹有被云爵摸过大腿吗？熊妹有被云爵挖过大腿哦，就是他有时候那个他最他现在没有很少，然后就之前就是有时候他摸摸你一下，可是也没有很长，他最近没有很长摸了。高中最崩溃无非就是三角函数，我觉得我函数真的学的超烂的。谢谢海狸分享的直播，谢谢不平衡分来应援了，谢谢海狸送的初心者徽章。高中三年数学我几乎乱写乱猜，我现在的数学都乱写乱猜。谢谢石川告白分享的直播，然后我充女朋友最后上张师打中戏，所以不用担心。哦，好厉害哦！我觉得我应该没办法，太厉害。很常就是坐旁边，手就摸过来了吗？嗯，没有，他就是，就有时候他无聊的时候就碰一下而已。对，其实最近也没有什么在摸吧。谢谢海狸送的一个阳光。谢谢，谢谢浪娱乐来了，耶！对不起啊哟。看来是模拟了，对啊，他应该模拟了。加油！谢谢浪客送的阳光。贵队真暖，对啊。谢谢喝通帮小鱼仔来了。
熊妹喜欢哪个 AKB48 的前辈？我比较喜欢阿北桑，还有小丽友仪，就觉得小丽友仪就是脸很可爱，小丽友仪就脸很可爱，然后她笑起来就是很 Q 的那一种，超可爱的。对，听说还会，谢谢韩车送了为你守候，谢谢，谢谢海狸送的枫叶，谢谢浪客送的阳光。你真的要赶快上台表演，都没看你唱歌，我会加油的。熊妹喜欢，对，喜欢，很喜欢。我也喜欢小丽友仪，对，小丽友仪真的很可爱，然后她的脸就是很 Q 的那一种。哎，你原上头开始，你把它擦干净就好，擦干净，擦干净，它不会生灰尘。其实不会念哪口对吧？对对，不会念，被抓到了。谢谢合同帮小鱼仔送的枫叶，谢谢浪客送的阳光。OK， 等一下哦，好，好，啊，你再上 center 就变小丽游熊。为什么会被小丽游熊？有被八岁而抢舞步吗？没有诶、欸，没有。谢谢董南一号，绝不错过你。谢谢浪客送的阳光，谢谢合同帮小鱼仔慕名而来 ，Hello。先吃中餐，听熊妹直播，所以应该是你刚才不是说林一杰在吃吗？所以还没吃完。因为海拔太高，所以强吻不到吗？对啊，我应该会压低压低，还没有被用。谢谢合同帮送的枫叶，谢谢谢谢水锤来捧场了，刚刚才起床，哦，睡饱了吗？谢谢浪客送的阳光。Hello， 雷秋，你好，中午好。谢谢真真送的初心整徽章。熊妹过年家里会打吗？不会，不会，都不会。谢谢浪客送的阳光。熊妹什么时候要机车？五月多的时候吧。五月的时候，谢谢七儿来了，绝不错过您。五月多吧。谢谢浪客送的阳光哦，呀喽，人气贴贴来了，一点了，时间过好快，对啊，觉得时间真的过很快。好，期待未来让我在台下的鬼好呼唤你哦。好，我会加油的。谢谢 Ryan 圈上的 Kiss 啾啾。记得都五月中，好像都是，好像几乎都是五月多吧，觉得。一只猫慕名来 ，Hello。谢谢浪客送了阳光。你有想要去哪一间高中高职吗？我想要去新兴高中，然后因为他那个交通比较方便，所以不想读太远。对，新兴高中，可是他的第三志愿超高的，哎，没有第三吗？还是第八吗？还是什么？谢谢浪客送的阳光，是第几啊？
忘记了。好，现在聊什么嘞？我要自我介绍一下嘞。大家好，我是郑雨薇，然后绰号叫熊妹，然后今年15岁，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在这里，然后可以按左上角追踪我的直播，然后按右下分享，谢谢。纸一直晃，好，让我拿好一点，看到吗？谢谢麻油的麻油粉分享的直播，谢谢，谢谢爱的目光锁定你，谢谢帅源来应援了，谢谢。好，双手打字以示清白。双手打字吗？是这样吗？谢谢刷源分享的直播。谢谢刷源分享的直播，谢谢。唱的我起鸡皮疙瘩，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是那个音乐吗？熊妹会怀念 TP 村吗？会啊。因为在 TP 村就是大家一起种田，然后跳那个舞，然后跟大家一起直播，就是很久，然后过久了就会想念。对，谢谢小护士新主播来捧场了，谢谢蓝胡辣分享的直播，谢谢。不要下雨啊，是下雨。不要下雨，下雨，不要下雨。哎呀，我天！去年才路过那里，真的吗？好遗憾哦。下雨，不要下雨。谢谢乔伊分享的直播，熊妹要不要考虑直播读书？到时候当然我不会问题就问大家回答，笑死，无意间路过了，真的。TP 村七村女，对，村七村，这就是会很欢，因为那种有的时候有游戏，就是大家一起玩，一起直播，一起吃饭什么的。谢谢浪客送的阳光。然后，我想知道，我知道。我，谢谢蚂蚁仰慕米而来，谢谢骑士 Lingo 来应援了，谢谢浪客送的阳光，哇，好漂亮啊！哎，这好可爱啊！谢谢卡丘送的新之冠，谢谢 AKB 的舞蹈练的怎么样呢？就是我那个练的很好，对啊，就是筋骨有变得很软，然后希望如果下次能上台表演的话就展现给大家看。熊妹想听你的 call 那个应的那个，每次都就跳舞的时候都会自己复习。我的 call 那个 catch 啊，我知道了，我的 coach 就是那个熊大有个妹妹叫熊妹，然后 AKB48 Team TP 有个叫熊妹，他。AKB48 TP 有个叫熊妹，大家好，我是郑雨薇，电力满满、威力四射的熊妹郑雨薇，耶、yeah, 啊不是，是熊大有个妹妹叫熊妹 ，AKB48 TP 有个叫熊妹，忘记了。
好啦，今天让我们尽快看到你上，加油！你是大家喜欢，真的吗？谢谢。Hello， 伊晨 ，Hello， 谢谢桃花哥来了，桃花哥 ，Hello， 谢谢蔡虫虫来了，啊，我刚好有点那个失忆了，是那个熊大有个妹妹叫熊妹。小妹，然后 AKB48 Team TP 有个长断线的叫熊妹，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电力满满、威力四射的熊妹郑颖薇，你们有被我射到吗？熊去塔瓦格特，熊妹变活泼，哎，熊妹要放开。谢谢膝盖帮送的阳光。哦，哪有我的很短耶，很长吗？谢谢守护记忆六秒，沉鱼落雁来应援了。谢谢塔瓦哥送的枫叶，谢谢萌萌彩分享了直播，哇，好酷哦！谢谢守护记忆六秒，陈云六上的贵族玫瑰，还有王牌飞刀，看王牌飞刀超帅的，你们要记得喊我的熊妹这两个字，熊妹，就是。熊大有个妹妹叫熊妹，熊妹你们就帮我喊。还有 AKB48TP 有个长断线的也叫熊妹，要帮我喊，谢谢。谢谢帅元送的掌声鼓励鼓励 ，yes。谢谢麻油麻油饭分享了直播，谢谢一瓶送了一个枫叶。谢谢，对，小就是熊妹，帮我喊熊妹。谢谢蓝胡辣送了一个阳光，熊妹要帮你记住哦，不能忘记。我是从一团型的熊妹，不行，真的是太短了。大家如果变了，我是个断人线的叮叮叮叮熊妹。熊妹是看看用台语念，熊大有个妹妹叫熊妹 ，AKB48TP 五个长短线的也叫熊妹。大家好，我是电力满满、威力四射的熊妹郑颖薇，你们有被我射中了吗？膝盖下次有事先下去，拜拜，膝盖班再见，下次要来哦，明天等你。这是台语吗？拜拜，对，这是台语啊。呀，熊大，熊大念熊大，熊大，行。因为我不会念熊大，熊大是熊大。这是 ABC 念中吧，谢谢浪客送的阳光，燕子 ，Hello 燕子，是啊，我觉得可以啊，我就是来个腔调是吧？腔调，谢谢一真送阳光，谢谢蓝胡辣送了一个看好你哦，你还是说国语好了，不行，都让我说国语，不错。谢谢小燕子来捧场，谢谢小小燕来应援了。阿内姆汤，阿内姆汤，我讲的好好。你刚才刚说外星语，我听了什么？就是熊大有个妹妹叫熊妹。反正你们就是大声喊“熊妹”这两个字就好。熊妹。啊！谢谢黑哥送的阳光。然后。我到底又听了，这我现在好了，没关系，我念中文就好，中文行，就喊大声喊熊妹，
谢谢一阵送的阳光，谢谢。你会来大声喊小妹，小妹，小妹真的很好记耶，小妹正规，好。熊妹这一位，熊野熊语。话说旁边那个是什么声音？是那个小金鱼音乐声，就是晚上那个灯光，就是会这样发出声音，那入眠的入眠。然后大家有吃饱吗？我还没有吃，我等下直播完就会吃饭了，开心。嗨，看到一针对海熊妹，大家吃饱了没？吃饱了吗？谢谢蔡虫虫来了。嗯，一针你吃饱了吗？真真吃饱了，还在赖床，所以是一边弹车一边看我直播吗？好厉害哦！谢谢，这个是什么？这怎么念啊？什么冬夜送了一个为你守候，谢谢。哎，谁可以翻译一下那个冬夜前面那个东东怎么念？谢谢孝贤送了枫叶，谢谢浪客送的阳光，谢谢。那个怎么念啊？好奇怪、啊，刚才吃了，念望月啊、哦，谢谢望月冬夜，啊，谢谢你望月冬夜，望月冬夜，我应该记住了，望月冬夜，谢谢赵竹少，掌声鼓励鼓励，啊。谢谢望夜望月冬夜送的玫瑰，谢谢浪客送的阳光，嘿嘿嘿，西罗库嘛，好，明天的了的，好，我想一下现在要讲什么，还有什么？过年事情，过年的事情，嗯，现在要大家可以聊聊什么天？嗯，我想想，啊，我怎么就是对这个娃娃，它是火箭，啊，我好，他再来聊历史。明天再来聊一次，谢谢望月冬月送了一个香蕉，先祝你新年快乐，谢谢，谢谢萌萌才来了，让 Life Show 两边跳都是我喜欢的成员，哦，剩十分钟了，哦，好，没关系，我先介绍这个火箭，我很喜欢收集娃娃。就是一些那个很可爱的娃娃，你看火箭超可爱的，它可以，我觉得我这火箭摸起来软软的，特别舒服。然后还有这个角落生物，他们上次去参加那个角落生物的展，看到那里面的角落生物，他们拍的那个东西都超可爱的，它是角落生物的。你洗锅吗？啊，我不知道它是角落生物的什么。谢谢帅源来应援了，谢谢孝成来应援，小阿哥北海学快丢火箭，丢火箭，丢火箭，火箭会发射出去。哦，谢谢季红与木棉来。你们所有成员都会开播是吗？没有，有几个没有开播，对。那个我们的粉丝
专业，有那个每个人开播的那个时间，大家可以去看看哦。谢谢万送的初心者徽章，谢谢雨林君来应援了，谢谢春明飞来应援，谢谢送了一个枫叶，是年纪太小的原因，不是不是，可以，对，可以请大家看公司，你们可以去粉丝留言，然后小编会回答你。丢火箭会被你肉肉捡，丢火箭，火箭。熊妹还没吃饭吗？熊妹还没，熊妹拿不完就去吃饭了。七七九没开，哭哭，他很快就会开了吧？但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粉丝团的时间。企鹅们年后要大爆发，要发什么？火箭很贵耶。对啊，没关系，可以丢火箭，一只火箭它就会发射出去，成这样，然后它不会坠下了。然后熊妹等等要吃什么当午餐？嗯，那个外面买的吧。水饺，不用大扫除吗？不用，我们家没有在大扫除这种东西。送火箭，可是我觉得这火箭摸起来很软软，很可爱，超可爱的。水饺沾酱吗？我会沾酱，因为沾酱会比较好吃。熊妹会喝牛肉汤当早餐，熊妹只会那个鸡丝面当早餐，鸡丝面当早餐。哎呦，医生 ，hello， 那林良吉来了，好羡慕，扫到快死了，我们家没有在扫的。水饺是加酱派的还是不沾酱派的？蘸酱派的，对。熊妹跟思雅吃水饺会蘸酱吗？我不知道思雅会不会蘸酱，你们可以去他直播台问问看。蘸酱，我觉得水饺蘸酱很好吃。我是不蘸酱派的，我是蘸酱派的。我有时候我会不蘸酱，其实。是吗？我不知道。其实我们花一直没有看到大萤幕答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大萤幕答案。喜欢蘸酱，对，我觉得水饺蘸酱油就是特别有浓郁那个味道，特别好吃。对，蘸酱派好吃。我沾沙茶，为什么要沾沙茶啊？谢谢浪客来应援了，一定要沾酱啊！对，要沾酱会比较好吃。沾酱好吃欸，还要配大蒜，大蒜那味道不会很呛吗？谢谢万送了一个阳光水饺，还要加大蒜。可是我觉得大蒜配水饺好奇怪哦。你看，身上这件是打歌宣传服吗？私服不是私服而已，是不是？再加个香菜蘸。为什么？我的，所以你吃个水饺都可以加酱油，然后大蒜。然后香菜，这样品尝味道比较好。Hello， 蔡虫虫，你好。耶耶耶，沙茶对，还有加沙茶。还有谢谢李阳泰送的玫瑰。泰虫的主播中午好，好你好，中午好。李阳泰送了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好，剩。四分钟，
那我谢谢李阳太送的22个太阳，在40分的时候，40分，30，我播到40分，谢谢外送的掌声鼓励鼓励，我播到40分。然后明天12点也有开播，大家来找我哦。谢谢膝盖帮追踪的主播，苗栗的小吃店酱油会加葱。哦，不对，是播到40分，1点40分。对，苗栗我没有去过，下次如果能去的话，我一定会去。然后初二、初三12点开始，然后等一下播到1点40分哦。苗栗国，苗栗国，对，我还要介绍一个超可爱的，等一下，是这个，哒哒哒哒，猴子，你看它的眼睛特别可爱，而且它是暖手枕，很方便，不可以这样。手手，那冬天的时候很好用。初二等 NMB 的时候可以看熊妹，耶、yeah, ，谢谢。那个 Jumi 可爱，对啊，超可爱的，看这个，看这个。我的暖手枕是猫咪，我的暖手枕是猴子，它超可爱的。谢谢 Muzi 大叔来捧场，然后明天初二12点会播，然后初三的12点也会播，然后今天播到1点40分。好 ，Hello 佳玉你好，周佳玉好，佳玉好，谢谢浪客追不错过你。谢谢 Muzi 大叔送的阳光，最后再致谢一下，好的，原本他叫致谢。好，大家好，我是 AKB48 TP 的郑宇威，然后绰号叫熊妹，然后今年15岁，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叫宇威 AKB48 TP， 对。一起研究生，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主播，然后分享哦。然后，等我熊妹怎么化妆？熊妹用手化妆。好，那我现在要念排名哦。第一名是高桥晨。然后第二名是雨林军团，耶！第三名是蔡虫虫，然后第四名是米兔困宝，耶！然后第五名是手滑哥北海鳕鱼相思，好了。第六名是帅卡缺帅员，然后第七名是卡丘，谢谢。第八名是林玉峰，谢谢。然后我念到第几名、啊、第九名是熊犬草上，然后第十名是夜雨苍神，谢谢，谢谢膝盖帮送的玫瑰，谢谢卡丘，谢谢谢谢手阿哥，拜拜，然后谢谢 AABABCC 这种主播，我还有4分钟。
刷牙，拜拜。期待下次见面，明天要记得来看我，12点开播。Hello， 雨姐。Hello， 雨姐，刚睡饱吗？刚起床吗？谢谢，这让豆豆看到卫生巾，要下线了，熊妹。背一下国文课本，我国文有在背。熊妹，拜拜。嗨，雨姐，起床很久了。啊，你起床很久了。怎么没有来看我？拜拜，还有4分钟哎，还有4分钟，林狗拜拜，绝不错过你拜拜。熊妹是高雄还是台南人？我是高雄台南人，是高雄人，台南人，台南人。台南人，台南人，然后住在高雄，台南住在高雄啊，台南出生住在高雄，还有剩3分钟，来跟你说拜拜，你好坏啊，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你快来看我，明天12点哦，早起要来看我。熊妹可以教马友台语吗？可以啊，可是我台语很烂，我怕我到时候那个教一个不标准的台语。你是不是还没收过粉丝送粉丝卡？还没？你要送给我吗？要做给我吗？拜托，谢谢云杰送的阳光，这是你最后的那个直播结束礼物吗？谢谢，等一下应该会去看一家的，因为他等一下2点就会播了。谢谢膝盖帮送的玫瑰，谢谢雨林送的 love you， 哒哒。谢谢 Ryan 劝送的阳光。谢谢，这是什么年送的阳光？成员个个都是科长，科长，为什么是科长？路飞来了，谢谢今天大家陪我聊天，爱你们哦，耶，谢谢。讲归讲，礼物还是照丢，照丢，谢谢你。熊妹要好好用功，熊妹有在好好用功，谢谢。膝盖帮送了一个阳光，你什么都没看到。熊妹快没电了，熊妹快去读书。好，熊妹会读书。熊妹明天见，青铜12哟，熊妹要下线了。我青铜不知道多少。介绍 AKB TNT 单曲，好，我们 AKB48 最新单曲就是《勇往直前》，然后它非常好听，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或者其他的应用程式找找看，《勇往直前》很好听，一定要听，不听你会后悔的。唱片排行哦，大家一定要去听《勇往直前》。大家可以去唱片行买《勇往直前》这个，然后各位拜拜，熊妹会多吃一点电池补，拜拜，明天记得明天12点等你哦，拜拜，哎，我关了。